对，你就往前滑就行了，我觉得你滑得不错，可以往那边。天分呢、啊？对啊，他站得很好哎，我不知道能不能站。我像我这么胖的，不是，我觉得你得先摔两次才能站。Because you know the future is. 全靠他们自己悟了，对吧？没有老师。因为他这种小船很容易就拉上去了，他是先要。妹妹也是要过三级的人。就妹妹二级已经过了，如果还见学就三级。真是跟着姐姐混的人太猛了。他不怕啊。哦。就自从知道下水玩好玩之后，再也不肯玩沙子了。哎，终于上来了，妹妹啊！下水吗？你带着妹妹吧，你可不可以带着妹妹？妈妈你很厉害呀！你带着她吧。行好，那你在这边坐会儿吧，这边有个。
不知道你想说什么。